松紧带，我觉得这可以穿到油耗不是问题。上身我们也是选用最棒的弹性布料，所以大家穿着感到非常舒服。我的下身这一次没有帮大家选的黑色，我帮大家配的颜色是深蓝色，所以腿看起来特别的白。我的肚肚其实有了。有了啦，有肚肚了，有没有？但是呢，真的，我们家的衣服很修饰哎，所以呢，都看不太到我的肚肚。这颜色啊，就是春夏一点，所以才光差一个裙子下面的颜色，我觉得整体穿起来的感觉完全不同，而且它不会很勒，因为大家也知道，孕妇如果勒到小孩或勒到哪边上面下面都不舒服，所以为什么要买那么大的孕妇内裤啊、孕妇裤啊、孕妇裙就是这样。可是我觉得我们家的松紧带都很舒服哎，所以它对我的肚子没有什么干扰。带一个小包包，然后我觉得这样蛮合适的，就是一般的上班族女孩，你出门前也不用想说要搭什么，就直接这样 one piece 又有型又瘦。